来吃。哇哦，好大的排场，好大的排场。你可以看一下你想滚哪个。哇，18元，就它。哇，10000元，真的，你看那个排场。哇塞，哇塞，这采访做的直播，想要哪个呀？10000块呀、啊，其他我都没看见是什么，我只看见了10000块。怎么了呢？今天是，完了，没戏了。好，就它了。模仿影视剧中的出圈台词。但最近的梗都是你是真饿了，你是真饿了，这是跟你说的吗？因为这个剧我唱了呀，不好吗？鉴于周深小朋友的回答过分精彩，节目组经商讨决定给予他再滚一次的机会。我们就做一下弊，就假装你滚到了那个10000元，好吗？这么薄，怎么可能？你给我银行卡里面。我就中了10000块，好薄的10000块，好期待，好惊喜，这是什么呢？噔噔！你知道为什么是1块钱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是这个表情吗？你仔细看一下那个10000，有个点啊。哦。我的心眼就跟那个点一样大哦。不要也可以还给你。凭什么不要？不是，劳驾我。劳驾？怎么说？10000块还要拿着拍个照吗？3、2、1。你们真的是。
天周深不做歌手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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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听不得这种话的。一边做歌手，我听不得，跳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我不想再难为周深了，我觉得每年都会问一样的问题，就是有一年少管我，然后后来我每一年再见到就是今天有什么金句吗？今天有什么金句吗？没有，金句在光亮里莫听穿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好，谢谢克里斯。我觉得就是深深这过去的几年一直是很高产的，我一直想问你，工作节奏还适应吗？适应啊，当然适应，而且我觉得自己会越来越享受。哎。如果我们比拟成一个正常的打工人的话，大家会有年假。嗯，那周深一年会有年假吗？会啊，肯定会有啊。周深的年假一年大概有多少天？我们这一行的淡季的时候。年假有多少天？还是会有啦，就可能断断续续加在一起，可能一个月一个半月左右。哦，那还可以，让人对还可以的，只是会分开岔开。嗯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？我是内向的人啊。为什么保持了沉默？不是，我是真的觉得你是爱人还是艺人？我是爱人，我非常爱。看不出来吗？那你是 ISFP。 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人。对，我是呀。对，但是你现在就越来越活泼。内向的人也可以活泼，但内向的人在哪怕在一个陌生环境，我觉得他找到一个他自己觉得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去通过就是怎么说呢，说服自己，就可以让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好朋友的那一面展示出来。你知道有时候我看你的综艺我会很代入，我就觉得啊，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也会这样，我是一个爱人，对对，然后我可能也会去搜索这个场子。对对对，就会害怕尴尬。其实这样会的，就会害怕进了就不要尴尬，因为觉得周深是个温暖的人，会把这些谢谢把场子都照顾得很好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对于你来说，什么样的生活叫做好好生活？什么样的生活叫美好生活？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叫好好生活。嗯，然后在自己的状态和节奏里追寻到了自己想要追寻的那个梦想，或者是找到了自己想要做那个事情，叫美好生活。嗯，对，然后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然后爱自己，让自己的状态非常好，然后再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又很幸运的可以遇到很多支持你的或者喜欢你的人，叫好好生活，美好生活。就像我遇到了我的歌迷一样。嗯，哇，好会说。你一年当中有没有特别喜欢过的节日？不过节。我真的不是跟谁都没有过节。他就拒绝采访。爱人都爱冷笑话吗？无语了。我是一个真的不是很喜欢过节的人，就可能是从小的习惯来说，因为父母也比较忙，所以我们其实对过节没有那么一个概念，然后包括过生日也不太过。但是因为就跟生米，就是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日子他们会觉得这个日子非常非常重要，会莫名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，那你就会觉得哎，那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也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缘分的一个起点。我最近一直在听的是麦莉老师的那个。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年轻。如果说有一天周深不做歌手了，啊，对对对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听不得这种话的。如果可以一边做歌手，我听不得，跳过。如果可以，听不得，跳过。好的，哎，如果说有一天可以一边做歌手一边。哎，怎么换不了歌手了？啊，听不得这几个词。做什么博主？很难哎。啊，因为我自己也会经常冲浪，就你会发现，当你去认真的，你可能要剪一个小小的 cut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有多难。你要随时去习惯性的记录每一个时刻，可能那个时候你会错过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招聘更大的团队啊。
是致敬，那那个所有就哪怕是团队，他不可能去在意到你生活的每个细节，所以我真的很致敬每一位博主，他们剪出来的，因为我也很喜欢有趣的、感人的、很感慨的，所有的一些片段都会让我感动，我就觉得我听不得不做歌手这件事情，咱们这辈子都做，一直做致敬，我不知道哎，美食博主吗？说不定哦。